节目是由莆田学院音乐学院选送的莆仙方言说唱荔园欢歌，掌声有请。我们来自莆田学院音乐学院，我们今天的参赛曲目是荔园欢歌。我们这群女生都来自不同地方，性格都是非常的活泼，所以排练过程中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快乐。虽然很辛苦，但是辛苦中泪水还是有欢笑声在的。决赛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加油加油加油。莆仙方言的说唱也是我们丹桂奖电视曲艺大赛业余组总决赛的最后一个节目。三二一，请亮分。八分，9分，8分，8分。他们的总成绩是5